各位好朋友平安，欢迎你和我们共度真情之夜。我们一同进入在这个城市里许许多多的真情故事、真情人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演戏哦？我从小就非常爱表演，但是胆子又特小，所以又爱演戏又怕上台。每一次上台之前都会紧张到真的会发抖，是真的发抖啊！我遇到过一个非常棒的导演，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带我演了好几出戏啊。每次上台之前，他就跟我讲说：“口水没关系，你不要害怕好。”说：“我告诉你，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好。”但是我说：“不行啊，你现在在这里，可是等下幕一开起来，你就不在这里啦。”他说：“没关系，我就躲在那个幕的后面。”他真的就躲在那个地方哦。可是我说：“我看不见你，你躲在幕后面，我看不见你，我会慌。”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做一个暗号。每一次你要上台之前，我就在那个幕旁边哈，他就会动一动那个幕，那幕就会动一下，那是我们的记号。”他说：“你就知道我在那里。”真的耶，我每一次上台之前，我就会一直盯着那个幕看，然后就看到他真的稍微动一下，我知道他站在那里，我就安心了。在戏剧的舞台上，我看到导演在那里，即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但是因为那个幕动一下，我相信他在，我就安心了。人生的舞台上，你我也都是演员，有的时候难免会担心，会害怕。但是如果在舞台上看见导演的手，让我安心，人生的舞台也可以看见一双看不见的手，可以让你安心。跟你分享这首好听的歌好吗？在人生的舞台上，有一双看不见的手。那双看不见的手，
刚才跟你分享到说，我小的时候喜欢演戏，长大以后有十年我也在剧场工作。如果你在剧场待过，你就能够体会那个剧场的魅力。真的耶，在那个舞台大幕起来，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那种台下台上的互动，哭成一片，笑成一片。我们华人很喜欢讲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有时候你真的觉得观众很好笑，花钱买票进去看戏，你明明知道那就是戏，是假的，但是有的时候台下哭得比台上还大声呢。演员更是特别，真的很疯，那就是个戏嘛，但他可以投入到那样的歇斯底里。一个剧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把一个角色刻画得那么深入，常常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比别人更敏锐的情感，别人感受不到的他感觉得到，别人没有办法表达他可以表达，而那种很深的感受不只是用在演戏，也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人通常感情特别丰富，对爱的期待也特别深，因为特别期待爱，一旦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那个反应也特别的强烈。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位真情人物，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小孩子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会拿刀自裁，他到底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这也是一个剧场人，你来看看他的戏剧，他的人生简明星。站在天边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我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当作从来没有认识你，没有爱过你，也想尽办法的想要忘记你，但是我做不到。大概在我国小二年级左右，发现爸爸不再爱妈妈，而且每天的吵架甚至打架，我跟我大哥二哥非常的疏离，他们不会照顾我，那甚至就是我在家里会被霸凌，在学校也会霸凌。在我国小大概二三年级，拿着削铅笔的小刀往我的手上划了几刀，看着血流出来，甚至是预言自己可能到国中到高中就不想活了。后来到了台北，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要逃离这整个家庭的捆绑，去证明自己可以活得很精彩，而且充其量那时候我想要功成名就是为了报复这个家庭。可能很多的人他觉得我不太对劲，但是我反而更觉得你们才不对劲，我才是正常的。我听到一个声音安慰我说，孩子，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孩子，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在你旁边，你别怕，你别担心，我在。上帝他真的很有方法，他很有 people， 不断的把那个容易在罪跟堕落当中沉沦的那个简明星，不断的再找回来，找回来。
永远都记得我受洗刚好是复活节那一天嘛，然后就很开心的拿着那个复活节的红带回去跟我爸讲说，爸我要受洗了。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你笑屁啊，我没插你啦，你神经病啊，你笑屁啊。我上次跟我爸见面到现在应该也相隔了七八个月有了，因为长久没有生活在一起了，所以其实说实在的没有默契。那他也怕打扰我，我也怕打扰他。喂，嘿，没搞啊啦，嘿，差不多没告诉我啊。我小时候家里爸爸是法师，我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我家的爸爸白天是建设公司老板，晚上怎么一堆信徒跪在他前面，但他晚上会打我妈妈。然后我爸他的事业开始出现一些财务的瓶颈跟破口嘛，所以他情绪其实就常常就是会暴怒啊、爆炸啊。Hello。啊，你今麦拢伫迄个日班啊、暗班啊、轮班啊，哈？轮班诶，轮班哦，嗯。啊，你敢会定暗班？啊，定暗班，暗班毋著过三四半暝啦，十二点钟啊，足硬斗咧哦，情绪阁无悬，嗯，无啊多。啊，这本刚是我送的，不是吧？不，这本人朋友给我。哦，圣经公会。啊，你把圣经放在佛堂的佛堂的迄个抽屉哦，啊，你袂感觉因鬼打墙吗？啊，有闲叫看袂。啊，你木怪拢袂声，拢袂声，创啥哩？其实小时候对于家庭跟婚姻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非常否定。尤其是我爸爸跟我妈离婚之后，我变成是他身边唯一的亲人嘛。他不想让他的儿子在外面被人家看不起，所以他会用很严厉的方式，严苛的对待他的亲生儿子。所以后来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坦白讲我蛮抓的，因为我们每次见面其实都是要隔很久很久，对不对？一年才见一次，那回去都只待两三天。因为很催婚啊，非常陌生啊，然后见面差不多坐下来哈，五到十分钟后就会开始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尴尬感。亲生父子哎，都比陌生人还陌生，那种氛围，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个勇气跟他讲说爸我爱你，然后他也找不到语言跟我讲说他想我，对。然后他过得很痛苦，我也过得很辛苦。哎，这伊这着紧张嘛，是不是？好，好，谈够出来，家己出来行一点钟哦。嗯，安尼身体好也袂歹啊。上了台北之后，在教会在很多次的这个灵修里面，其实神不断的调整我的思维，他不断的，因为你知道，人从这种紧张的关系跟这种冲突的关系突然断开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的这种埋怨，很多的仇恨会突然烟消云散，会转换成一种思念。现在台北是盖寒呢，回来讲有日头暗晒呢。后来我觉得我跟我爸的关系取到一个我自我饶恕跟饶恕他的平衡点，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他的童年也同样碰到了失亲的矛盾，而且他是隔代教养长大的，所以我不能去仇恨他。
因为他是我爸爸。我这搭这嘛唔捌来过。嗯，你唔捌啦。无你教我错，我嘛唔会来。所以我开始学着跟他沟通，还有用正确的语言去对他表达我的思念。在电话里面，我尽量也跟他讲久一点，还有跟他说我会想念他，或者是我也爱他，因为他会主动跟我讲说他会想我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被神恢复之后，所以开始神也在修复我跟他之间的关系。爸，嗯，现在吼伫广播电台，逐天拢有我的节目，因为我现在伫广播电台有三个节目，嗯，啊，我买一台收音机给你听，哦，啊，只甲开开无，嗯，伊就甲你直接接收啊，我知道。哦，对，这得忘记带啦。嗯，对对。发一些照片先回来。自从就是发言人开始经营，我爸突然之间的一句语言，我也吓一跳。那时候也是坐在客厅里面，然后呢，他突然哦，他眼神都没有看我，他就坐我旁边，然后好像就是在看电视吧，然后两个人都没话的，然后他突然讲什么？他说：“其实哦，我要做感谢你的耶稣诶。”因为伊会当好你，我袂当好你。主啊，你把你经常赐给我的喜乐还有平安，也注入到我爸爸的心里面，让他能够日日丰盛，天天丰盛，笑口常开，也祝福他的身体。他现在身上有一些的这个慢性疾病，主啊，你真的亲自的来保护他的健康，医治的光线也照耀到他的心里面，让他虽然平常看不到我，但是呢也可以宛如我经常的在他旁边来陪他聊天一样，让他心里面很平静。主啊，让他也能够早日认识你。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阿们。看到那个画面说阿们，很可爱的一个画面。你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吗？你看到的是一个信耶稣的儿子握着一个做法师的爸爸，然后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这个法师很大声的说阿们，真的很可爱。可是在这个可爱的画面背后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这是一对父子的破冰之旅，他们的人生曾经有一段好像结冰一样，互相很难碰触对方。真的就是这样啊，从来也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做爸爸嘛。我相信爸爸是爱孩子的，但是怎么样表达爱呢？其实表达爱，学习怎么样沟通，那都是一个过程。但是有很多父子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认真的好好跟对方说过一次话，而这对父子他们开始了。也许你看到那个画面不是那么自然，儿子好像想把气氛弄得活泼一点，那个爸爸有一点腼腆的，有一搭没有一搭的回应。但是你知道让人感动的是，这一对父子他们都在努力学习怎么样沟通，怎么破冰，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我觉得那个画面是让我感动的。我自己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我相信很多做父亲的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呐喊，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晓得啊，当年我爸爸不也就是这样对我吼来吼去的，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做父亲的人，你有听到明星讲吗？他说我爸爸白天是一个工程公司的老板，然后晚上突然变成一个法师。什么是法师呢？很多人有问题都去找他，他就做法，然后就替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有能力解决别人的问题，却不一定有足够能力来解决他自己生命里面所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多大的悲哀啊！你们的问题我都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自己的问题呢？谁能替我解决我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呢？在刚才那一段分享当中，简明君说了一段话，我很感动。他说有一次他跟他爸爸一起祷告，然后他们一起在
看电视，突然爸爸冒出那段话说：“哎，其实我很谢谢你们耶稣。”哎，他说：“因为你们的耶稣做了我没有办法为你做的事。”我相信这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一点。很多事情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应该更关心我的孩子，我也知道我应该更多的向他表达我的爱，我也知道。甚至于对父亲而言，可能他心中有很大的一些冲击，是婚姻弄成这样，后来事业这样，这堆都不是我愿意的。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甜蜜的家庭，我也希望从此以后幸福快乐的过日子，但是走成那样也不是我故意的，就是变成这样嘛。那他也有几个孩子，我不知道他的其他的几个孩子反应如何，但是为什么这个老幺反应特别大呢？他为什么就会那么强烈呢？为什么小学二年级就跑去割腕？到底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对这个父亲恐怕心中也是充满着无奈，但是他发现对于我这个做父亲的，我看着这个孩子的状况，不要说处理孩子的问题，我相信在他的人生很长的一个过程里面，要处理他自己的问题都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哪有余力来好好去处理孩子的问题。他看见孩子的状况可是无能为力，但是他发现在他的无能为力里面，他经历为什么耶稣能够替他改变他所期待孩子有的那个改变。当然所有生命的改变都不是一蹴可及的，不是突然发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好喜欢那段经文说，真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你要有盼望是可能的，可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是可能的，是可能会变成新的，会带来改变。但是也许那个改变不是突然发生的，好像那个灰姑娘突然一下就变成公主，不是的，她可能是一步一步的过程。我非常欣赏明星的分享，因为你知道在剧场里面的人常常他们在台上演戏，而在生活当中恐怕比一般人更真实。我很喜欢他的分享，他讲到说在他自己的人生里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其实是礼拜六晚上在夜店里面这个 吃摇头丸，然后在那里摇得非常的颓废，然后天亮了礼拜天一大早又跑去教会聚会。这好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那种在夜店里面吃摇头丸跟在教会里面他可能还穿诗袍唱圣诗，但是那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在那个改变的过程里面，不是突然变得像天使一样圣洁，不是，是一步一步的转换。你也正在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吗？不要失望，觉得啊，我已经说了要改了多少次，我也拼命的祷告，但是后来又……那就是一个过程，就像戒烟，那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更清楚的看见上帝一步一步带领你走，就好像上帝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简明星进入他生命当中荣耀的作为。你那摇头丸它是没有瘾的，我觉得其实毒瘾好戒，心瘾难断，断断续续其实大概就是几年的时间。我可以礼拜六晚上嗑完药，早上去做礼拜没问题，然后就听着牧师在讲罪啊、审判啊，然后跟着大家去小组啊，没问题。常常会是因为真的是压力过不去，或觉得呢，这个我好像就仿佛被某种偌大的这个虚伪的世界包住了，我跳脱不了，我超脱不出的时候，我就会去用它。用毒品用最凶的，其实大概就是做创意的人，因为呢，太过理智的人哈，用毒品没什么太大感觉。有一段时间，当我去碰到毒品的时候，甚至我看到很多幻象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以为在那个
恍，就是幻听幻觉那当中，已经快要出人命的时候，我就只能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我现在状况很不好，但是请你的手不要离开我。”我的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启发，是因为进了监狱之后，在那38天内，在监狱的这段时间，我爸对我们、对教会跟教会的人又有另外一种更好的一种改观，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一直是被很多人的爱包围着，神的爱一直没有离开我身上，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断的想要往上爬。信仰就好像你在对付慢性疾病的一种药，你一定要去使用它，去维持自己生存的那种慢性疾病的药，你不能任意的停掉它，因为你任意的停掉它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会崩坏，你的身体会被瓦解。不要讲完就立刻下，然后 Coco 要做那个反应，耶、yeah, ，开心。那你觉得今天表现的怎么样？还好，还不错，还好。还好吗？我觉得还可以。整个孩子，可是我觉得没有很，你的目光给我觉得没有很顺哎。他只会愿意把开心的一面让我们知道，而不开心的一面，他常常往往就是会给他放在心上。要创作者不多虑是骗人的，我们经常在财务、在人际关系、在很多事物上面临到非常多生存的危机。有一次我真的觉得我人生真的是毫无希望，在一次非常痛苦绝望的一个祷告里面，我就不断地反问神说，神啊，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这么糟糕，这么不配得，我还可以为你做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在那个当下，我在印象里面竟然看到我小时候的样子，一个内在小孩的自己，他在哭，他没有人抱，他很孤单，所以他的眼泪，他竟然滴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面，慢慢长开了一朵一朵的玫瑰花盛开，绕满了全岛，再来还放射到中国大陆。接着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孩子的笑容，这么多的孩子的笑容的时候，我突然懂得了，我觉得好像上帝他要我转型去做儿童戏剧这一块，还有他要我振奋自己，用着他赐给我的恩赐，就是戏剧来疗愈我自己，所以开始才去研究戏剧治疗。每一个音符都有一种力量，每一首歌的完成的过程其实是有很多的情绪，有人说这些情绪其实就是一种语言。让我们想想，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活得很不快乐，会紧张，会忧郁？老师会先让我们沉浸下来，然后在沉浸的那个过程中，其实是就是有点慢慢的把那个底层的悲伤带起来，然后把那些不好事情真的彻底都忘掉。这星期我阿妈过世，然后刚刚在音乐里面才知道，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哭。我觉得就是最后老师说，就是你想象握住他的手，对，那我就握了他的手，我觉得我是在跟他好好的做道别。神就是要我们用最真实的情感去跟每一个人有交集。我从伪装到真实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内在医治的过程。杨哥，哎，平安明星，哎呦，好久不见，有20年没有见面了，哇，真的超久的。你为什么都没变啊？啊，都用真理牌护肤霜哈。东北佬冻龄，圣灵的恩膏嘞。有一天我到明星家，进了他家二楼，他住的地方，我发现
非常的乱。我想这个会影响孩子的读书啊，因此我就跟明星讲，我说明星，我们一起来整理嘛。更重要的就是，也会带他祷告、读经。我记得你在中华一校的时候，我还从屏东骑摩托去看过你演戏，对不对？高二吧，都在我脑海里面。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会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一个会去学表演的人。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带我到这个教会，那时候办了一个音乐布道会。那在那一次我就决志信主了，也刚好就在这一段时间把我这个叛逆的这种反动的因子就压下来。求你改变我心，因为主耶稣，他让我过去童年不快乐的经验，很多不堪的回首，感觉到寂寞、孤单、彷徨的时候，让我懂得依靠他。所以我跟人家说，过去我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但是现在我是一个创造快乐跟分享快乐的人。有很多的人啊，看到这个天气出太阳，就觉得哇，哈利路亚，今天是一个属于我的日子，因为心情都好，因为天上有飘着几朵的云彩。对我来说，最宝贵的其实不是设计，我们怎么样让很短的时间里面让他的心可以打开。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这个段落，稍微休息一下，一段音乐之后，立刻再回到今天的节目现场。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我的生命里面有着主耶稣，所以我非常有盼望，甚至我不怕病痛，不怕死亡，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把这样的生命经验传播出去。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尾声，节目先要祝福各位平安喜乐，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耶稣对我来讲，他是一个答案，就是在他身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耶稣是一个答案，我相信在简明星的人生里面充满着很多的问号，从小到大他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在我身上？为什么我的家庭？为什么我的父亲？为什么我的母亲？为什么我的人生？他有许许多多的问号，而这些问号是他靠自己找不到答案的。直到他认识耶稣基督，他发现他生命当中一个一个无解的难题找到答案了。我相信直到今天，他的人生里面一定还有一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而在继续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还会有新的问号产生。但是面对这些还找不到答案的，或者是将来继续要发生的一些问号，他越来越有把握。他知道过去的生命经历让他有一个把握，说耶稣是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他非常真实的经验那个生命的改变。这些改变真的很奇妙，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从小那么不快乐，不快乐到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孩子怎么会拿刀去自残，然后想说 我大概国中就会死掉，我高中就会死掉，我一定会自杀。小学二年级，我都在想，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可能还是在想我的那个糖有没有被我哥哥拿走。一个从小这么不快乐的一个孩子，而今天却可以成为许多别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带给他们快乐的一个人。他做儿童剧团，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快乐。一个原本自己非常不快乐的人，今天却可以带给许多人快乐。
一个从小觉得自己生命里面充满着伤痕的人，他有很多的受伤，可能从环境来的，从家人来的，从周围充满着伤痕。我说这是一个伤痕人士，充满着受伤的一个人，今天却可以透过戏剧来治疗很多其他人的伤口。为什么呢？因为他经验改变了，他经验那个生命里面一个很真实的改变。你知道剧场里面演戏可以是假的，但是真的能够感染别人的不是演戏，真正能够感染别人的是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改变。你有没有发现在刚才这两段影片当中很不一样？第一段的影片，简明星在剧场里面，而在那段影片当中，你看到的整个氛围是很阴暗的，那个剧场好像是一个实验剧一样，在那个剧场的环境里面，正如非常多的实验剧在挖掘人生命里面很深沉的一些黑暗。而那个段落恐怕就像明星人生的上半段，而下半段很不一样，他开始做儿童剧。儿童剧是最光明的，儿童剧是最温暖的，儿童剧是带来充满希望，充满真实的欢笑的。简明星的人生也是这样，从一个很阴暗的人生走向阳光，以至于当他自己真实的在那个阳光下的时候，他才能够把别人带进阳光。那个不是演戏，那是真实的生命。而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关键在哪里呢？那个改变的关键恐怕在明星这个天天想着我国中的时候会不会就自杀就死了就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小男孩，国中一年级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姐姐，这个大姐姐带他走进教会，而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谢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介入他的生命，当他那个极不快乐极不快乐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觉得你莫名其妙。我特别喜欢看明星的分享，是因为可能很多地方我也是一个在剧场里面很长时间的人，我能够体会那种在剧场里面的人那种生命里的敏锐，那种特别的一种敏锐，以至于可能对别人来讲只是一件小事他就会过不去，可能对别人来讲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会非常非常在乎。他为什么那么在乎爸爸？因为在他生命当中对爸爸有一个很深的期待，对父亲的那个爱，我想特别是对一个男孩子，一个很敏锐的男孩子对那个爸爸的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期待。但是当那个期待不能够被满足的时候，那种挫折那种失望，可能对别人来讲这有什么了不起吗？我们家爸爸也是这样，你爸爸也是这样，可是对他就过不去。而那个那么深的过不去，直到耶稣基督介入他的生命，耶稣看见这个不快乐的孩子，耶稣爱他，耶稣不要简明星继续活在那个不快乐里。不是简明星去找耶稣，是耶稣透过那个大姐姐找到他，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今天你会看到这一集的分享绝对也不是偶然的。耶稣爱你，耶稣知道你生命当中很真实的一些光景，耶稣也很渴望透过简明星他生命当中走过的这段历程向你伸手。你愿不愿意回应他说，主耶稣，我不快乐，如果你可以帮助我，请你伸手拉我一把，让我走出来。我还是说，就像明星所分享的一样，他的人生不会因为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突然有一个180度的转换，他的人生也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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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来，但是过去这每一步所走过来的历程让他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据，即使今天的简明星，我相信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仍然有不快乐的时候，他仍然有一堆的问题可能要去面对，但是他有把握说过去耶稣怎么样带我走过来，未来的日路我越来越有把握知道耶稣可以这样继续带我走下去。
你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感受到你的不快乐。你能够体会明星所说的，也许很多你周围的人也常常对你说，哎呀，你莫名其妙，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为什么那样？但是你知道，那就是你里面很真实的感觉。有很多事也许你说不出来，你说出来别人也不能够体会，甚至别人觉得你莫名其妙。陈明星说，很多人觉得他不对劲，但是他说，从我的角度看，你们才不对劲。你能够体会对不对？也有很多人说你不对劲，但是你说那就是我啊。耶稣知道，耶稣看见你，耶稣知道你，耶稣能够了解你里面的感受，而且耶稣向你伸手要带你走出来。关键在哪里？对简明星而言，他的生命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关键，耶稣介入他的人生。第二个关键，他回应说，我愿意。耶稣介入他的人生说，你要不要改变？他回应说，我愿意改变。你愿不愿意跟主耶稣说，请改变我，我不要再这样不快乐下去，我很想站起来，我很想从那个不快乐的泥泞当中站起来，可是我站不起来。耶稣已经向你伸手了，你愿不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帮助我，请改变我。让你将我全部夺。
使我认识你宝贵，不再错过。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过程，就好像一个人生病得医治，它也是一个过程。如果我感冒了，有一颗药下去，一分钟之后马上恢复，其实不一定好。就好像有人很希望急着赶快减重，因为我太胖了，我要减重。但是如果很快很快突然减重，那不一定是好事。很快的时候又复胖起来，而且在那个过程里面，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一些伤害。改变是一个过程，生命得到医治也是一个过程。你不要担心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很希望耶稣改变我，但是为什么我仍然在这条改变的过程当中常常又跌倒了，又失败了？他就是这样。但是你相信吗？即便你重新跌倒了，你对主耶稣说，主耶稣帮助我，他仍然向你伸手拉你一把，让你起来。你记得明星在分享里面的时候，他讲到说，在他那一段还在夜店里面，在那里吃摇头丸，然后在那里很颓废的那段时间里面，当那个药效要发作，他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主耶稣你救我，你不要放手，我知道我糟糕透了，我非常不好，但是请你不要放手。我和你分享，我也常常做这样的祷告，我也跟主耶稣说，我承认我现在一点都不好，我承认我现在在一个很深的低谷里面，我爬不上来，但是主耶稣，求你不放手，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你真的会惊艳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放手，因为他真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你的人生里面，他帮助你走向那个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在那个道路里面惊艳他怎么样伸手把你救拔起来。一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这样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我想要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我在祷告当中仍然感觉有人，你很深的一个不快乐，是因为你一直觉得你周围的人总是在问你，你到底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你说不出来，你很努力的想把你里面的那个不快乐的感觉说出来，可是你说不出来，有的时候你说出来了别人也听不懂，以至于别人觉得你很怪。我还是要说，今天你会看到这一集的真情之夜绝不是偶然的，别人不能够了解你，别人没有办法体会你里面那个感受，耶稣能，他知道你里面的不快乐，他知道你里面的那种委屈，他知道你那个说不出来的委屈，他要帮助你，他要伸手给你，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在他里面会经验改变。你可以像简明星一样，从一个极不快乐的人，有一天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你可以变成一个使别人快乐的人，一个充满受伤的人，上帝可以用你成为一个医治别人的人。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为你祷告，你也在心里跟我一起祷告。你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请你帮助我，我对自己很失望，我很多次都想改变，可是我一直失败，屡次失败，失败到我都觉得对自己很绝望了。但是我愿意试试看，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可以帮助简明星，求你帮助我，我需要你赦免我做错了非常多的事，帮助我经验在我不能，但是在你，你能，让我经验你是那一位独一全能的神。这是我诚心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要祝福你真真实实的经验在你不能，试试看在他凡事都能。这是简明星生命的经历，他说耶稣对我而言是一个答案，是我问题的答案，在我不能的，在他凡事都能。简明星的主
也是你生命的主，他能够改变你。上帝祝福你。是我认识你宝贵，不再错过。